文昌街首路秋露菜啊，出口啊，这边是临水街、鲁班街、文昌。好，要对着开始行。要行。哦，只要够大个，唔知要安怎坐。这间叫饺子头个啊。行，你带路啊，无我。一条路尔。啊，看要行倒啊，看倒要参观。叫《西游记》呢，《西游记》体验馆。一个啊。要一个老弟去。哦，好啊好啊，就无先行这啦，这先行起来。迄毋是啦，迄人咧喷水的啦。这条两边就是拢人咧卖一寡工艺品的啦，是卖食的啥物？足侪啦，拢是迄落。防腐剂啊。这目镜啊，目镜管啦，啊，这啥物捏塑？他即届礼拜应该是未过礼拜啊，啊无可能嘛是爱过十外冬啊。因为这种所在对我来讲，我较无兴趣啦。迄是第一届毋捌来过。即都有人咧做拉拉长。都有人咧做迄个。再下来做落来，即马佫无热啦，袂热啊。传统的那个感觉，哎，照相馆这伊袂当夹做服装，直接去上啊。哦。用一摆迄个服务啊。嗯，这嘛去一个行啊。这嘛是你干我店，你讲呐？好啊。来干我店看卖。就像60年代的灯光，迄种霓虹灯有无？迄种杂交白边啊，那有电火。这种。现在这电火较早，日剧时代那种茶做电火灯。啊，这那像迄种对，南岛迄种迄落迄吼，什么宝岛时尚村，宝岛时尚村。好像是室外啊。对啊。而且较早迄种烈焰的迄种施工者啊。嗯，好啦，落来看看麦啊。朗西哥巧克力啊。较早的饮料。阿波罗可乐，今嘛无知啊。啊，这芦笋汁。今嘛阁有啊。哎呀，啊，这包装拢无变过。拢无变啊，同款安尼啊。就是伊较早用炖汤啊，今嘛有伊落去开罐。哎呀。安尼尔。这下一寡，这是看古早的感觉，是不是？翻新 PS。咦，安尼，干吗店也无看？哦。他们是。啊，这咱多嘛降落，无落咱是顶面呐。顶面遐嘛是间干巴店，过来要行出外口。无好要行去进去啊，遐一间迄个文昌祠啊，算文昌帝君啊。啊，你毋是要行对迄落遐？好，往回走。遮拄啊，敢若嘛无看到。米一下。米。粉米奶，奶米粉啊，靠药啊。较早。伊拢安尼念过啦，紫母牌啦，维他命奶米粉啦。啊，这嘞，赵肥乳哦。乳肥皂啦。啊，078870。八七零。非肥皂。
风格啦。哇，这怎样？怎样赢诶？这很大呀、啊！印上其本啦、啊，印上其下啦。你咪讲本旗上印、啊，你咪讲有平念吗？啊，即马得换咧吼。宜兰发的买班车，啊，这现代人咧，为现代人啊，你看起迄个人就敢现代人，可以用诶。啊，这古旧秘密。哇，这较早诶，啥物摄影机啊，是翕相诶吧？照相机，爱复古诶。好啊。我咧入去即间看卖啊，即间就是。你想的好。